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强。韩国偶像男团生死斗节目 Kingdom 会前赛选出了 THE BOYS， 让许多粉丝好奇最终有哪些人会正式加入 Kingdom 舞台。稍早韩媒爆出 YG 旗下男团 ICON 正准备出演，也接洽了 BTOB， 而主持人选先公布，找来天团担纲，播出日期也公开。ICON 渴望加入 Kingdom。 图翻摄自 ICON 脸书，韩媒 Sports 东亚报道，六人组合 ICON 有望参与 Kingdom。 而稍早制作方电视台 Net 也证实有向 ICON 提出邀请，虽然还在讨论阶段，但已进入最终调整，等于宣布参加。这也是 ICON 从出道前期参与 YG 内部选秀节目 WIN Who I S NextMIX and Match 后第三次加入选秀赛。 BTOB 也受邀参与节目，目前以四人 BTOB 四 U 活动中。图 Reclining 提供。另外男团 BTOB 也有收到邀请，不过一开始先有韩媒报道他们因为行程无法配合等多方因素下决定不参加，但接下来公司又发布官方立场表示还在讨论中，并没有说死。原本七人组合的 BTOB， 郑义勋日前被爆出呼麻而退团，任炫植与陆星材则要等到11月才能退伍，因此若参加 Kingdom 应会是以 BTOB 四 U 的子分队参赛。不过 Kingdom 还是有确认的消息，那就是主持人将找来曾风靡日韩两地的 KPOP 王者东方神起，这也是两人出道17年来首次一起担任同节目的主持人，尤其他们是许多后辈的典范，相信能以自身经验给参赛选手很多宝贵建议。 Kingdom 主持人确定是东方神起。图翻摄自东方神起脸书。另外 Kingdom 的播出日期也公开，韩媒报道开播日期预定是4月1日，但 Net 回应的保守，仅回答表定4月初播放。2019年女团生死斗 Kingdom 播出后备受好评，还让参与女团如 OHMY Girl AOA 人气飙涨，去年先播出 Road to Kingdom 作为 Kingdom 的会前赛，最终由 THE BOYS 胜出。而年底 MAMA 也公布了新生代男团 ATEEZ Stray Kids 都会参与，让观众相当好奇其他参加者还有哪些。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